样裙子都没有穿。让我换个衣服美一下，然后跟我说不拍我了。追的那个眼影纱衣也很漂亮，就是一件纯白色的，然后非常多层的衣服，然后很华丽。陆娜娜，你为啥跟我穿一样的衣服啊？我就是想证明给大家看，我穿起来比你好看。眼影纱衣就好像一个传说中的衣服一样，在这个眼影纱衣里面，我们也用到了一些镭射的这种面料，它在光下面，它会有一些七彩的这样的反光在镜头里，所以也买了很多不同的镭射面料回来进行尝试嘛，在一些细节上面也会有一些刺绣钉珠啊，立体的这些花纹。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